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开耶，怎么办？有人知道怎么启动吗？我们租了一台100多万的车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启动。20分钟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本来还要打给我朋友问他，可是现在搞定，拜。怎么停车？原来是这样的。好了，试开看看。倒退，八苦。没有啊。重点哦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试看看有没有刮坏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转弯，不是，我是要这边。所以你右边，你方向盘要用右边就对了。对，右边是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Yumi 酱，我是诗。我们现在人在新西兰的皇后镇，然后今天是我24岁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租了一台车，准备要开去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青年旅馆。紧张吗你？等一下教我怎么开车。你知道诗是不会开车，然后他现在满脑子就是说要我教他开车。可是我刚刚自己差一点，我完全忘记怎么开车，因为我已经快两年没有真的自己开车了，研究怎么启动。我靠，弄了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吧，已经快6点了。然后虽然太阳还蛮高的，哇，我们现在风景超美，你看。Oh my god！开车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哎，看房子超美的。哎，看下湖，低一点，暗低一点哦，因为我这样很比较好见。Nice。哦，很赞哦，这个风景。嘿，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背包客栈，然后我们的房间是长这样，一眼看完，然后有一个窗户宽出去就是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镜子，对，然后有一个爱丽丝最爱的镜子，然后跟一个雪山吧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几点？8:10。这边的六点半，这里是比澳洲快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少了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现在到，我们从早上出门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，开车去皇后镇里面找吃的，看一下我们的专属的衣服，这个就是，哎，看一下，这幅画就是我头贴的那幅画，然后这幅画其实是有一个沙地阿拉伯人帮我画的，然后我就把它印下来，现在衣服穿在身上，超帅。好，吃饭，拜。我们现在住的是黑山羊背包客栈，我们刚刚看找这个牌子也找了超久。哦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找东西找那么慢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找东西的时候，他在发呆，他在看风景。妈的，你看一下这里风景真的很美，好冷哦。然后人家跟他讲话，他一秒之后都发呆，他在看风景。妈的，真的被他气死我了，很可爱，你们就当很可爱吗？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停车真的停得超烂的？你看，就是，好冷哦，这是路，然后我车子停在超远的，人家是停成这样的，停车是 fail。好，开车。开呀、啊，给你开的那种感觉。开呀、啊，按。今天
接近就好了吗？不是，有按钮的呢，有按钮的同学。哦，爱丽丝，你很，你要穿外套。冷死。哦。哎，我找一下我钱包，我刚刚不见了我的钱包，奇怪。找一下。哎，找到了，对。找到我钱包，我刚刚在付钱的时候找不到我钱包，妈的，为什么永远都这样？然后爱丽丝就疯掉了，她杀了我，她每次我忘记我钱包放哪里，她都眼神超凶猛，她就超级不爽我。好，我们去找吃的喽，呦呦呦，门！哇！我今天穿新的衣服，然后里面那个是新的衣服，还有新的鞋子，哟，你看。我觉得这样超可爱的，因为它底部很像一个轮胎，然后我觉得超可爱超帅。妈的，我最近一天买一双艾迪达，我完蛋。哦 ，First Burger 在前面而已。呀，550公尺，真的啊？你看，550公尺，我就是要开车去。拍我一下吧。我们现在改变计划，就是先开车在附近开一开，不知道开去哪里，回来再去小镇那边找吃，因为先开一下哦，好玩好玩哦，听歌，先听歌 ，Enjoy the moment， 好，噔噔噔噔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妈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条路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放这里，开到尽头 ，OK， 好不好？开到尽头。Don't wanna wake up。哇，它好像绿岛啊，这里。感受一下推背好不好？哇塞，方向。有没有感受到退？有一个下是走出来这样。是哦，你要拍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刚刚随便开到一个，这里叫 Wilson Bay， 这个一个小小的港湾。然后这里没人，哇，这个是湖还是海啊？哇，超赞的，你看。超宁静的这里，其实我蛮想看日落，可是我们已经错过日落的时间。这个沙滩不是沙滩，是石滩哎，好赞哦！我觉得一直就是你，当你看到那种平静的湖水的时候，真的心就是会很平静的心情哦，超爽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缩的像薯条一样？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车停下来，然后来这个小镇那边逛一下。其实衣服店都关了，可是我们现在是找吃的，找那个很有名的 burger 店。好冷哦，现在是0度，然后呢，早上是10度，所以好冷，好冷呀。我有毛毛，你没有毛毛哎，好丑哦，你的帽子没有毛毛，嘿嘿。有名的 burger， 哎，超快的，我们等了一下下而已，别到二十。
十分钟就可以。快看，这好像开了很多年的这个，这里面是鹿肉，梅花鹿的鹿肉汉堡。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。我又吃了，我生日晚餐怎么可能只吃那个汉堡而已？我现在就是要吃泰国餐，因为说我是最爱吃的就是泰国料理。嗯，开餐。啊，露营。肚子饿。好饿哦。Cheers。好了 ，Cheers。哎，我这个饭超好吃，快点，还是 Cheers。嗯，好吃耶 ！Oh my gosh！ 嗯，好爽啊！嗯，拜拜。好爽，好爽。是吗？嗯。什么东西好吃？全部都很好吃。它的饭是什么？椰浆饭，可是它不是 sticky rice 那一种，可是它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有椰浆味道。镜头在这里，你看在哪里？这里才是镜头。对，看着我。看，你表现可以摆好一点吗？这个是椰汁咖喱菜啊，嗯，对，没有咖喱，葱姜工厂 and 菠萝炒饭，超好吃。有送你包包吧，嗯，要送我包包，送你这个包包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至少这边写一个 Gucci 或是那个那个。我现在帮你画好不好？白的的，这个是我刚刚吃不完那个饭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太特别了吧，就很环保，不是塑胶袋，然后又很可爱，超可爱。我等一下回去写一个 Gucci， 然后送给你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说了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去买个啤酒庆生，因为今年没有生日蛋糕，因为我太饱了，我们没有准备生日蛋糕，那就去买啤酒喝吧。可以，嘿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买不到蛋糕了，所以不要吃啊，有面包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噔噔 ，New Zealand 的啤酒跟什么？番茄酱，这个就当做是我们今天的生日番茄汁，生日啤酒啊，管他的，快点跟我唱生日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为什么走音？你干嘛？最后还给我走音？是干嘛？我没有啊。戴个眼镜湿了。哼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眼睛本来就是水汪汪的。水汪汪哎。管他的，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好。现在我要许愿。好，许愿好。第一个愿望：世界和平。第二好浪费啊。第二个愿望是。哎，我想到什么？好，不要讲。第三个愿望是，我是不小心睡着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想睡觉，好，管他的，反正好，来跟我吹蜡烛。Yes。你要上，我们一起打开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三二一。好了，明天开罐你买那个小蜡烛吹一下，不用了，明天要吹一下。今天是因为店都关了，我怎么找？哦，好不好？明天好香哦，明天补切蛋糕好不好？好，没有这个就是，哦，切。
哦，干，很好喝，小酸，好好喝哦，小酸，哇，纽西兰啤酒超好喝的，哎，代表你拍那个 vlog 拍一年的，嗯，对，我去年生日在泰国已经开始拍 vlog， 所以其实我拍 vlog 已经拍一年，变化是我以前是用手机拍，现在用相机拍。他之前在我们之前在泰国拍的那个也不错啊，在高峰酒吧。对，然后晚上还去贴蛋糕。好啦，明天再买一个蛋糕。好特别哦，今年去年的生日在泰国，今年在纽西兰，完全没有想过，完全没有计划过。今天太早日落了，不是太早，就时间不够。然后我们要玩的时候已经整个黑掉了，所以我们想说明天什么东西黑掉？天黑掉了。对啊，讲话很奇怪哎，反正就是我今天。就是感觉很快就过了，因为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找路跟搭飞机，所以我生日的特权是延续到明天，所以明天还是我最大啊！我要继续善用我这个，因为我这么白目的人，一天要把事弄生气个100次吧，所以我生日就是最大，可以用我的特权阻止他生气。反正他一生气，我说我生日这样哦。很快点过明天吧，好烦啊，好烦哦。我们现在先睡觉，敷麻屎啊，这里长个痘痘，反正我鼻子长痘痘，我破了。对，我们两个都长痘痘，奇怪。就是我们明天一大早要起来，因为我明天的行程是要开飞机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早点睡觉，然后养足精神，明天就是玩一整天，还有去泡温泉。对，反正就是明天再说吧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咦？I knew from the first time, I said for a long time, cause I like me better when, I like me better when I win. I'm ballet. How矮啊你？什么？我坐比较矮的椅子。我们来玩那个好不好？哈，那个之前很红的那个，不要。现在有心情玩一个了？不要，我要看电视。那个拍一下就好了。我要睡觉，拜托。这样，那个什么？你看，那首歌是什么？我是爱心，你给个什么给我？这样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别吵，我拜拜。